哋演奏樂器嘅時候咧，經常都會遇到啲 technical passages， 手腕嘅穩定性就好重要咯。今日我會向大家介紹一個強化手腕嘅運動。咁我哋晾住隻手喺個平面啦，中指同手臂成直線，由下而上。咁我哋做嘅過程咧，唔好有手腕嘅扭動。我哋可以做10至15下，然後轉手。咁我哋做翻個伸展動作。